你看，我跟你老妈整个这背带，之前这么一小条给勒的不像样子，这好像是我毛衣，就你毛衣拆了。来，你看这肩膊，这不来这样，都是拆的嘛，这拆。多拆点啊，这肩膊你们多拆点啊，必须的。哎，你看你就在前面走，他没看到后头，你看。那哎呀，今天想小他不要，这后头也可以，主要好够啊。你看多好，绷杆。嗯呐，他不要的。我们今天在树上看老多后头都没要，这么大的可以要，像这么大的哈，咱就留它叫它长。啥？你厉害。你看，还有我老妈厉害，在那个树底下蘑菇长在里头了，你看啊，谁的？谁的大？谁的大？给你放一起，还得是我老妈。放那里边就行。你看这个树上这个，你看，你看树上这几个，你看多粗。我先掰还是不掰？你们不说走吗？我说我掰吧。你看，你倒袋吧，我们等着你。你这一说，我转过去以后，你看，那蘑菇长在上面，倒袋。嗯呐，那个猴头就是为你准备的。待会你到那边，你在那边过去，我迈过去，在底下。你们都有猴头，就我没有。你要想踩猴头，往里边走。我们踩了两个小时了，踩踩这些玩意儿。哎呦，咋的了？这么埋汰呢？那是杨树黄，什么埋汰？这不是这个吗？你这么把它那些拿走了，你看它还埋汰吗？它里面掉树叶，它就埋汰。他这么说，人家又不要我蘑菇了。直播好多人都在那说，把刺懒牙的蘑菇单独给我甩出来。我说，嗯呐，我的都不要。你以后你下次能不能带着我，刺懒牙和小刀采的？行。啊，你这样大家伙会对我有偏见。我也东啥嘛西啥嘛，我看看，说不定我也能发现个大后头啥的。哎呀。今天给我家小鸭累坏了，跟着我嗖嗖跑，然后呢他坐着在这踩，哎呀这蘑菇坐着不动了，这阳光照射的，你看啊、你注意点那刺骨夹被扎着就行、还一起的，还一个小崽儿，这还一个，那个小崽儿的也是在这树上捅的，他扎那个树棍子上捅。你看我大哥，你大哥个儿高啊，可以动去了，这动不了。我捡个比你们还可怜还小。太小了。这个还行。你看这猴头，缺雨。啊，小猴头。没有蘑菇啊。这猴头多漂亮啊。你上远了它。别人不知道以为这猴头多大呢，大老远给我找。哎呀，还得大高个啊！这家伙拄个棍子就够了，能够下来吗？这应该算是今年目前来说咱家够的最大的一个。啊哈！哎！哎呀！哎呀！真不错啊！我大哥现在上山出图了，能找蘑菇窝子，能够猴头。今天趁着我老爸上班，你看看我妈就跑人苞米地里来偷苞米了。这苞米是我种的，我就收就行了。都不在你家跟前，你也敢说是你种的？这不掰就跟自己家一样吗？这苞米还真挺好吃的，但这个棒好小啊。嗯，大的都掰了。我个拍苞米的，撵不上一个掰苞米的。你慢点行吗，老大？谁让他掰苞米？谁让他掰苞米呢？这家掰苞米来了。轻一点，这个苞米有多甜？这个第一。哎呀，两垄掰完了，我就得挨个掰。对，你这两垄。你看，我就回去拿个菜刀，你妈嘁哩咔啦都给掰了。你俩真有真有速度啊！啊，你去掰苞米去哈。他有点太猛了。嗯，哎呀，这个大，哎呀，
了，清洁工他一看地里苞米都没有了，应该哈查点冻的，好煮大碴子，就撒苞米。就在海拔高才行。我老爸都已经回来了，下班了。秋收了。下回又得糊苞米啊。我的妈呀，这么多苞米啊。还没掰完呢，还有二茬的，得等十月一才掰。我老爸所有种的可能最畅销的就是这苞米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卖苞米，月后的粘苞米。你能不能阳刚一点？没吃饭。你好好说。卖苞米，月后的粘苞米。你好好喊，你喊卖苞米。卖苞米，月后的粘苞米。你烦死了。你爸没吃饭。啥都问题。你们长这么多苞米，那咋整？有大叶子包的饭吃，就那个。来吧，你就使劲。两大锅把也糊完了。找大棒，完了糊的一锅，完然后这小棒再糊一锅。啊、嗯。大棒留着卖，小棒留着自己吃。对，这小的可以买东西，可以送人啊。送人别嫌我小啊！我告诉你。对呀，真送人。老好吃的东西，他自己家的，他没农药，没化肥的。这是小棒，这有点太嫩了吧？我可愿意吃嫩的了，嫩的一咬哈，一包水，可甜了，真好吃。三，那个水一会儿，你看现在冒泡泡了，你说呢？那一会儿给烧开锅，你看没有这火候真不行。开锅。大棒米好啊，真香甜的闻这味儿。嗯，行，挺好。都是嫩的，这个不是说泡水喝好吗？四八四十二，111个，111个，这当手。这是棒子数啊。